夜市道路前，摊商陆续准备做生意，没想到就在下一秒，两棵庞然大树没给反应时间，从空中突然倒下。一名蓝衣男子刚好走过，直接消失在树木中。好在没过多久，从缝隙逃出，还是吓坏在场所有人。让全部离开。高达将近3层楼大树直接横躺道路正中间，好几个摊位都遭殃，招牌也砸坏，还有车子来不及闪。还好当时人潮不多，整体事故无人受伤。要多点一个，后边的声音嘛都。瞬间的堕落，招北力呀，大五回损的。事发9号下午1点多，嘉义文化路夜市上，大树倒塌压毁路边摊商。原来是文化路邮局前种植的树木景观，三棵大树中有2棵不明原因突然倒下。嘉义邮局是历史建筑，最近刚好进行整修工程，是否与施工过程有关，还在调查厘清中。它的树龄大概多久？很久了。施工他们是在贴那个墙壁的块地而已，那没有挖地面。嘉义邮局表示会以保险理赔方式处理，万幸的是没人受伤，否则后果恐怕不堪设想。记者黄明君、范雅乔综合报道。我是陈志根，从踩在风灾的摊方断桥，到卫星云图背后的天气预报，棚内棚外的采访播报经验持续冲击火花，督促我报道真相。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